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为草动。远视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通，我枉有热情梦。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为草动。远视让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通，我枉有热情梦。谁在夜深苦追夜，眷恋半段残梦。大家好，大家好，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啦，系啦，我哋又嚟到我哋环星音乐 WSM 嘅平台，咁我哋星级靓声演唱厅咧又翻到嚟，我哋系啦系啦，好在好似好多个月冇见大家嗬，系啊，有冇五六个月啊？你好嘛？我好你好，昌哥 Lawrence 你好嘛？因為點解咧？因為疫症取消咗我嘅演唱會啦，應該係三月四號前晚嘅，今日三月六號啊，咁就公司就特別加開依個特別集，特別集係俾莫旭秋喎。嗱，咁啊，由於咧，咁我其實係我哋第一次啦，翻嚟呢個環星嘅總部啊，係。咁我哋第一次其實有少少，我哋有少少係咪仲聽到邊個未識電話咧？吓，耳仔咧，耳仔咧，其实听到晒头先播紧出嚟嗰啲嘢。哦，大家睇唔睇到后边呢度好靓啊？星级靓声，The Star Club 咁样吓，咁个色水系咪好靓咧？即系专登咧，我就专登
穿回件這樣的衣服來，是不是？可以拍照嗎？當然啦，哎呀，很難攀上張椅子。很高興啊，我們暫時有142個人看到，不錯啊。result 唔錯，我而家呢度睇唔到佢，因為咧我呢度個聲咧，因為其實我幫你做音樂啦。咁如果用 Facebook 睇嘅聲咧，又會播埋出街嘅喎。哦。咁如果我整低咗啲聲咧，咁我又冇聲嘅咯。哦。咁我招呼唔到你啲朋友。我唔緊要啊，你睇我依度啊。係啦，咁其實大家如果有咩想知啦，有咩想問下做歌啦，咁我哋每個星期咧，星期五晚九點半都會喺呢度同大家見面嘅。咁啊，志哥梁榮智先生咧就係長駐，每個禮拜五九點半至十點半。咁如果大家嘅反應熱烈又好咧，可以唱到好耐嘅喎，係咪啊？咁我介紹下啦，咁有我梁榮智喺度同大家做主持啦。咁仲有咧喺我左手邊呢度有我哋嘅鋼琴大師 Lawrence。咁另外咧喺呢邊左公右嘅咧就呢個彈吉他嘅昌哥，咁同大家打下招呼啦。咁大家都係其實見我哋成日都見到我哋啦，每個演唱會都係我哋同大家表演啦。咁啊，大家尤其是喺 Zoo 哥嘅演唱會咧，好似一家人咁。幾多年啊 ？Zoo 哥，我哋其實我哋合作咗。考下你先，或者大家可以喺個 Facebook 嗰度啦。係啊，俾個答案我哋。其實我一入依間公司咧，就係2008年啊！我早過你。2008年簽環星嘅。我2005年喺度做。哇！你同工喎。係啊，十代依家。唔好講。算，唔好講。係咯，咁嗱，大家都好高興見到我哋啦，我哋好高興見到大家。係。咁不如我哋就唔好俾佢停。我哋有啲咩傾下咧？唱歌咯。唱歌。唔好俾佢停就要唱歌，因為我哋好多，我哋準備咗好多歌啊，今晚。有咩歌啊？嚟紧呢只？我就拣咗只《顺流逆流》，好送俾大家。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怎会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小舟，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有善笑声，默然一一上透。几多艰苦多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换每声有善笑声，默然一一上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
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微作轻生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用来得失我睇透。顺流逆流，真系开头嗰只歌咧，我就唱得唔系咁顺流逆流，有少少打击。Jogo， 你咧，其实你，我哋今日系咪度咗一啲主题？其实我哋今日咧就真系冇主题嘅，因为咧我知道咧，你话你好想介绍你嗰个侄孙啊？唔系，我想介绍你个仔仔啊。哦，唔系，你个仔仔几多岁啊？今年就嚟一岁啦。哦，我嗰个侄孙咧就你嗰个咧，你嗰个八九十十十二一二三，啱啱八个月。八个月，但系佢而家喺边度咧？而家佢哋。系，好似喺湖北，湖北嗰边有叫做黄冈啊。湖北又有个黄冈，我唔知道，因为但系你有冇联络？即系联唔有有联络到我哋微信到啊，几好。咁我就问佢话点啊？你哋嗰边，佢话几好啊，唔错。咁我就话咦，你哋有冇份去登记啊？即系翻香港咧？前两日佢话佢哋唔谂住走住，嗰个上边几好。点解咧？我都唔明。好食好住啊？好食好住我就唔知啊。不过话上边啲空氣好好，喺上面啲空氣好好。係啊，不過咧就即係，但係佢哋係全部都唔俾出街啦。佢哋冇出街，因為有個小朋友。咁另外咧就佢話諗住即係住多一排先翻落嚟香港。咁到時睇下點樣咯。咁你嗰嚿咧，我嗰嚿咪一堆嘢堆，就搞到其實我都好似有啲唔同咗。因為呢排咧，其實真係冇乜點出過街咧。其實食就食多咗啦，瞓又瞓多咗啦。我嗱睇過個肚腩都好似係啦，大家個 cam 其實影唔到。係咁咧，個肚腩咧係走咗出嚟嘅。係啱啱，因為我哋太少運動，我哋呢排應該係啊，淨係喺屋企食。咁啊，最慘點咧？一路食一路睇電視喎。係啊，食好多雜糧喎，即係花生啊、薯片啊。因為個口好得閒啊嘛。係，我都覺得係，食到把聲都沙曬。咁你仲有咩？即系你仲有呢排你自己仲有咩活动咧？依排咧，我都系即系，因为前嗰排咧，一路都系练紧歌嘅，谂住三月四号准备。我哋可以回复下 Facebook 嘅朋友，系唔记得咗添。咁啊，见到陆青青，你话可唔可以大声啲啊？因为我哋咧第一次喺度咧，其实可能要 tune 一 tune， 我哋个声系咪唔够大声？系咪啊？系咪唔够大？我哋自己听就好大声嘅，自己听翻。系啊系啊，大家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啦。如果觉得听出嚟咧有啲咩唔对路咧，可以即刻话俾我哋听。系啊，同埋如果有咩歌想听咧，我哋都系尽量会去安排。系，多谢 Michelle 喺纽约噶。Hello Amelia， 见到你啦。系 Amelia 你好 ，Irene Lee，Winnie Ada Fan， 陈永恒。你好似喺度，你哋喺度鳴謝緊咁啊！好多謝，好多謝佢哋咯，個個都真係好捧場，多謝曬你哋啊！而家我哋個節目咧，其實係冇廣告嘅。大家如果喺以前咧，係睇過我哋咧，係會有廣告。咁而家咧，我哋重新喺呢度做嘅星級靚聲演唱廳咧，係冇廣告、冇新聞、冇天氣報告，整整一個小時唱歌嘅。但係如果大家踴躍咧，我哋唔止一個小時嘅。我哋叫大家估下，頭先有個人舉大字報俾我睇，你估下嗰個係邊個咧？係你哋估唔到嘅啦。我哋完咗場先至講俾你聽下。完咗場，我哋請佢出嚟。叫個歡樂先生。係啊，我哋完咗場，唔係未完場，大家都睇到請個歡樂先生出嚟。我唯一喺呢啲咁嘅平台先夠膽咁公開講呢個人。平時都唔敢講，如果平時都喺心裏邊咯，係收埋喺個心。我諗平時講呢啲平台我都唔夠膽講啊！我心諗，即係而家講咗佢又唔可以秋後算帳。咁啊，頭先咧，其實舉大字報嗰個咧係我哋老闆張生嚟，出糧嗰個好犀利嘅。今日我哋呢度咧個鏡頭後邊咧
是很大的團隊在這裡。是多謝，謝謝這麼多位，沒有你們，沒有我們的，沒有我們的。那Joe哥，那呢？那我們大家其實，我本身是準備了你的演唱會，我們準備了練歌一排的時間。是啊，是啊。那在當初練歌之前呢，當時你又給了一隻新歌，你說有一隻新歌呢，即是新編曲，其實不是新歌。新編曲，新編曲，那你介紹一下，那個編曲那個是一個，那個我一個馬來西亞的朋友，他叫做Edmund Song， 咁就佢本身就喺琴行度做過經理嘅，咁佢得閒有時間咧就教琴啦，咁佢就話：咦，好中意呢只歌，不如我編俾你，你俾你公司睇下肯唔肯即係玩俾我嚟唱咁樣咯。咁就我哋試下呢個，好啊，非常中意，我都幾喜歡。今宵多珍重，系啊，快 beat 嘅。南风温暖，轻轻飘过来，花香浓。轻轻，心依稀，月迷蒙。我俩敬畏轻轻，说不完情意浓。我俩敬畏轻轻，句句话都有种。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送。说今宵，把今宵多珍重。我俩临别依依，愿太阳怀生动。我俩临别依依，要再见在梦中。轻轻，心依稀，月迷蒙。我俩敬畏轻轻，说不完情意浓。我俩敬畏轻轻，句句话都有种。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送。今宵，把今宵多珍重。我俩临别依依，愿太阳怀生动。我俩临别依依，要再见在梦中。我俩临别依依，要再见在梦中。在馬來西亞的 Edmund Song， 唔該曬。好啦，咁我哋就咁嘅，因為咧我開咗呢個和音機咧，所以咧聽到又好澎湃。頭先你聽到張中間嘅時候咧，有個和音，咁其實咧要靠一部機器。咁如果我開咗部機器咧，咁啊大家介紹下俾大家，呢部叫和音機。咁其實咧我開咗嘅時候咧，講嘢嘅時候都有和音嘅喎。嗱，聽下。Hello， 周哥你好啊，系好正好正，系啊，咁你想要，咁呢个就系叫和音机啦。明白明白，好啦，咪睇下我哋大家有啲咩留言咧。张老板真系好啦，安排呢个节目补翻数。I Cynthia 嚟嘅，系啊，你咩？我哋有而家有192个
現場嘅即係喺 Facebook 嘅網友啊，睇緊我哋嘅直播。Terran 啊，你好，你有冇喺度跳啊？你睇住我哋唱歌有冇喺度跳啊？係咪話 Terran 係咪整親啊？好似係整親，係咪好翻好多咧？點樣整親啊？唔知喺度答啊！啊 ，Pat 幾翁啊，張生你好，哇，張生好出名喎喺度啊！咁快？点啊？导演想咩啊？阿导演话叫个张生出嚟同人见下面啦，嚟一嚟。系啦，嚟一嚟。老板，阿老板，张老板唔肯出嚟，等阵都要出噶啦。老板麻烦，细声啲讲。算啦，唱翻只歌你睇听啦。Joe哥最擅长嘅系咩啊？系唱咩歌啊？乜歌都擅长噶嘛，应该。我好记得咧，是上年前年啊，其實好似係我同你唱一個演唱會咧，即係幫你做一個演唱會，有隻中文有隻廣東話歌咧，哦，嗰個 chorus 嗰段咧係好似念緊急口令咁樣啊！愛情原來是一個笑話，大家有冇印象呢只歌？有，我成日都記得呢只歌，多謝慧賢咯，我都記得，你又記得啊，張哥，因為張哥話要報仇。我要再唱多次，系啊，我中间断咗，停低，我要再唱过，一定得噶嘛，嗰啲歌系咪？咁我哋但系而家咧就送一只国语金曲，咁啊，有请我哋琴师 Lawrence， 唔该 Lawrence。
苦情歌啦，當佢我幾時都好中意呢只歌嘅，任何場合我都好希望唱到呢只歌。咁就當然啦，有 Lawrence 咁靚嘅鋼琴伴奏。多謝。好多謝依度一路正話有個 Jackie Cam 啦，多謝曬 Jackie。Jackie Cam 咧就係、是、Jackie 金堂。金堂燒鵝個老闆喺邊度嚟？喺南華會嘉裏連山度。哇！啲燒鵝真係一流啊，都仲有嗰啲金錢雞嘅。係咪金錢雞？祖哥幾時帶我去食嘅？幾時得咧？報名啦！嗱，大家即刻可以報名。我哋揾阿老闆。今晚宵夜收咗啦，宵夜咩啊？得唔得啊 ？Jackie，Jackie， Jackie 喺咩度 ？Jackie 正話啱啱打完招呼唔見咗，已經準備翻去開鋪啦。唔係，最緊要老闆肯去到簽單啫。老闆唔見咗啦，老闆，老闆去咗邊啊？唔知老闆去咗邊啊？我未忘記之前咧，提一提大家，我今晚咧有幾隻歌咧，就係、是。在这隻碟莫玉秋有愛長存演唱會那裡唱了幾隻歌的，那就那個DVD 呢3月9號就會在各大唱片公司售賣，那你們就不要忘記買了，因為應該這場呢即3月4號的場呢秋的懷念呢，這個其實就是長刊來的，那就我哋唔緊要㗎，我哋到時咧，我哋會再補辦。係啦，我哋再補辦。咁好多謝依度咁多位朋友喺長安裏邊即係再鳴謝一番。係啦，即係恭喜我啊，鳴謝好多好多啊。咁就，但係最緊要就係要買依只碟，呢只碟真係好好啊，錄得又好，拍得又靚，唱得又好。得咯，收到點夠咯？有平湖秋月亮，有人點你唱？哦，有時間一定唱的。夢裏相思你有沒有唱過？有 一定唱的，如果有時間。明日天涯呢？一定唱的，有時間。唱過尾嗎？唱過尾呢？唱過尾啦，你猜了那些名字。什麼？唱過尾？不是，因為為什麼呢？我計算現在出，剛剛出的那隻，有愛長存，是八隻，有八隻DVD，如果以我自己那些，即唱了有過200隻的。其實很多歌我唱了都忘記自己要唱歌，是很厲害的、這個、我其實都很佩服，因為你每次即你都會做產品啦、最重要唱的歌是跟住你就會唱新歌，朋友喜歡是、啊、我知道在 Karaoke 店裡面、一按莫玉秋的名字，哇，那首歌啊，咁我又未真，我好耐冇去過卡拉 OK， 係咁即係揾日我哋啊公司大隊一陣啦，又一陣。你究竟想燒嗱、啊、老闆喺度啊？因為卡拉 OK 咧係收好夜嘅，哦，咁可以食完嘢再卡拉 OK， 哦，咁可以又去卡拉 OK 嗰度又做多次直播，係嘛？啊，有間卡拉 OK 我好想去嘅灣仔嘅，喺要揾啲有好大間房，因為我知道你啲 fans 咧。一間會揾你嘅，唔係我啲 fans 成日自己去唱歌嘅，唱翻你啲歌。我唔知喎、啊，依、這個真係唔知啊，唔係好清楚。嗱，咁即係而家幾點？哇，咁快過咗！我哋唔會十點半完嘅，同大家講，冇咁快嘅，我哋一定做曬所有嘢。我哋到而家先唱得嗰四五隻，係啊，我哋有80多隻喺下邊，冇人撩我哋㗎，係咪？繼續，唔會有，唔會有人撩我哋。嗱，即係快快脆脆嚇，快快。咁呢只歌嚟緊，呢只歌你幾？我想問，我都唔記得咗呢只歌《運河》，你幾耐之前唱過咧？運河係以前好耐啊，係咪？好似係唔知2012啊，2012個演唱會啊。嗯，唔知係咪咧？咁都好似擺低咗好多年冇唱。係啊，呢只歌好耐冇唱，試下啦。好。银河呀，银河，银河里有个我，随风飘过，从没有找到真正的我。一片片白茫茫。
茫茫悠远的远河，山雾般朦胧地掩住了我，我又随着微风飘出云河，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云河呀云河，云河里有个我，随风飘过，从没有找到真正的我。一片片白茫茫悠远的云河，像雾般朦胧地掩住了我，我又随着微风飘出云河，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走出那空虚寂寞，一片片白茫茫悠远的云河，像雾般朦胧地掩住了我，我又随着微风飘出云河，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即系云河，就即系天上边咁样咧。其实咧讲起云咧，唔讲又唔得。我咧就好中意云嘅，即系一片云嗰啲云。每逢搭新飞机咧，我一定要坐窗口位。我搭新飞机要坐窗。咁咧我就永远系望出窗外边咧，就见到好多云。我影埋好多云嘅相。咁好多时候我都会摆上去个 Facebook 度俾人睇啊。即系啲云咧真系千变万化啦，冇一片云系一样嘅。咁你通常即系会去边度多搭飞机？近期咧就中意去啊泰国啊，吉隆坡啊。哦，即系都系，其实都系亚洲嗰啲东南亚短途。因为越嚟越唔中意搭啲太长途嘅飞机。因为搭长途嘅又系，我好怕搭长途飞机。系啊，好辛苦噶。虽然即系都冇问题嘅，好多时都要插都要搭啦。我搭长途一定要坐路口。其实路口好啲，因为。即係坐得耐咧，搭得耐飛機嗰個只腳會好。係啊，最慘咧，我坐窗口位咧，隔離嗰個好肥大，唔係即係好健壯嗰啲咧。你搭嗰啲高級嗰啲咪得咯？唔係高級嘅隔離都會有健壯噶嘛。再高級嗰啲唔係，我未搭過啊，咪即係好啲嗰啲位咧會係好闊好多嘅。咁都會有隔離，有個健壯嘅頂住。如果外國人坐咗隔離咧，你個位幾大佢就幾大咁細，同埋即係佢硬直只腳。一身你要騎過佢啊嘛，係咪？係啊。咁啊，即係我就以後咧都要即係發誓，我都要搭翻路口。好啦，係啦，喂，發個誓，發個誓言，誓言啦。
分手，转眼已三秋。你何知道我天天一再等候，等你与我长相守。你临走留给我的誓言，就像江水不归走。隻歌，因為點解咧？今日有個 DVD 裏邊嘅歌，唔係唱咗呢只先。哦，我有個好朋友今日生日，3月6日 ，Eva Lai。我記得咧，兩年定三年前咧 ，Eva 又喺我嘅演唱會度，佢嗰陣時都係文化中心，咁佢就同屋企唔同屋企慶祝，走咗嚟文化中心聽我演唱會。Eva 你喺邊度？多謝曬 Eva Lai。多謝 Eva。Eva Lai 今晚係咪？又是跟一班朋友一路吃飯一路睇我哋啊！哦，今日直頭今日正係佢正日啊，今日生日，所以阿生日快樂 ，Eva！ 係啊，生日快樂，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我哋可以唱只生日歌俾，唱翻只生日歌俾你聽啦。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Eva。 咁就恭祝啊，一樣啫。恭祝 Eva 咧就係唔好笑啊，大家。Eva 喺度啦。身體快樂，身體健康，身體快樂。你搞到我都講錯嘢啦。係咯。身體健康，青春常駐，心想事成，財色兼收。財色兼收係嘛？財色兼收唔係有嗰件 dab 嗰件蛋糕啊嘛啲人哦蛋糕 OK OK 想 dab 邊件蛋糕算你講啊哇好多心心啊佢俾咗咁就係每日都咁開心嚇咁我哋啲舞步又可以進步嚇。Happy birthday to you！ 恭喜恭喜！冇嘥時間，我哋嚟咯。好，我哋唱呢只。其實我依只歌咧，都係廣東歌曲嚟嘅。咁就我未唱依只歌之前咧，我就唔知佢咁好聽。當我唱咗依只歌之後咧，我而家發覺佢係我即係一紮廣東歌曲裏邊其中一組最喜歡嘅。咁我想問你你有冇最愛嘅心愛嘅人啊？有噶。最愛是誰咧？係啊，有噶，嗯，係啊，有噶。在世间寻觅爱侣，寻和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
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泪，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有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中意只歌吓，你讲住嘢先。你点啊？等我出一出去。喂，祖哥表演啊！祖哥你做咩出去？祖哥究竟出去做咩咧？我哋知咧。老板有啲新搞作，入嚟讲句嘢先，大家。哦，哇！原来咧，即系唔止演唱会啊，大家有眼福啦。原来喺环星。呢、這個星級靚聲演唱廳嘅 channel 咧，Joe哥都係會換衫嘅，唔可以。點解你要？但係點解你要行出去換咧？呢度地方比較窄少少。點解唔喺鏡頭前面換咧？我驚一掃掃走曬。咁你又等一陣先啦，我又出去。我著翻你嗰件得唔得啊？可以，我驚你著唔落。係喎，可能我著唔落。嗰個係啊，係啊。嗱咁跟住咧，因為我哋時間咧就緊迫，因為我見到你著黑白啊嘛，我要著翻。你話你個今日呢個 backdrop 咧，咁我哋要襯翻件衫嘅，得唔得咧？得唔得啊？嗰時得啊，嗬！去旅行嗰啲影啲景點咁樣，簽個名先。唔係，即係呢度我哋係好開心噶，今晚呢個節目，其實係我多非常多謝阿張老闆咧，突然間。加咗我落嚟嘅，應該依個節目咧就下個禮拜五先開始個，咁就因為佢覺得即係三月四號嗰場演唱會取消咗咧，我哋啲歌迷朋友、啲好朋友咧，冇得即係冇得睇、冇得聽咯。咁依度一個鐘頭都好啊，即係止住渴先。咁其實就公司同康文署嗰邊咧都一路傾緊嘅。咁嗰個日子一有咧，我哋就即刻通知大家。咁就非常多謝每一位朋友買咗飛 hold 住咗，唔肯退飛。佢話退咗飛咧，驚住嗰啲位冇咗。咁其實都啱嘅，我都係咁樣，我自己手上都 hold 住啲飛。咁係啦，Joe哥同埋你隻 DVD 都出咗咯。3月9號出，猶如我講過，係。
緊要。咁啊，其實頭先嗰只最愛是誰啦，咁都會喺呢個呢只碟都喺度啊。嗰只碟攞走咗，因為佢太過反光啊。哦，嚇咁啊，我哋跟住會上一啲歌係咧呢個演唱會嘅 DVD 裏邊都有嘅。係啦，跟住呢兩隻連續嘅歌曲，我哋中間唔停嘅。好，一首《月滿西樓》，黐住一首《恰似你的温柔》。时候，露是胭脂出头，爱花且殷勤相守，默然花儿消瘦，这正是月圆时候，明月照门西楼。昔日且殷勤相守，默然月儿消舟。似这般良辰美景，似这般你影绸缪。但愿那花儿长好，月长圆人长久。这正是花开时候，露是胭脂出头，爱花且殷勤相守，默然花儿消瘦。这正是月圆时候，明月照门西楼。昔日且殷勤相守，默然月儿溜走。良辰美景，似这般你影绸缪。但愿那花儿长好，月长圆人长久。年复一年，我不能停。
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这些歌呢，耐唔中听下呢，就真的觉得好有味道。因为如果不听呢，就好像忘记了它这样。你有没有听过这些歌的以前，即是 未开始一起？我又开了个我呢，其实呢，我由细到大都是家里是要给我听 classic。哦，那我细个其实没有听过流行曲。但这些不是 classic 的，是不是都当其时播来播去都是播梁祝咯。哦，即总之是因为我细个都要 live violin 嘛，每日都要夜晚就是吃完饭。咁啊，全屋企全部屋企人咧都要清場。嚇！咁個即係個留個廳係俾我要練琴。隔離屋有冇？隔離屋有冇撳鐘話你好嘈咁？咁啊冇，可能我唔係因為好奇怪。唔係你拉得好，因為我屋企嗰邊咧就係、是、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譬如我哋個門口同隔離門口已經有三尺咁遠。係咁，你隔離有人玩，佢一小弟鋸嗰陣時咧，個個都。咁你有冇投訴人？咁又唔可以。咁啊係咯。唔係，而家好多啦，即係你聽住佢進步嘅，直情而家係有文有路咯。哦，嚇，即係好有文化啦嘛，咁係咪？咁應該係即係要鼓勵啦，要鼓勵，要鼓勵，即係佢哋學音樂其實係要一開頭一定係實有一段時間會係難聽。所以咧，我喺屋企唔敢唱歌嘅。個個問我你要練歌，我話要錄音室咯。你驚人哋知道你喺度住啫？唔係，因為我傾一唱嗰陣時咧，就個個都抌雞蛋。哦，點歌噶 ？OK， 點歌 OK。導演話點歌喎？點邊只話？聽下先，唔係喎。睇下我哋嘅留言啦。有咩點唱啊？嗯，冇喎。冇啊。係啊，咁我哋自己點啊？我點啊？我點你唱啦。你點？好啊！你點？你點？嗰只有兩個版本嘅，有個廣東話版叫做《等待》。哦，我唱國語。你唱《等待》係咪？我唱國語嗰邊。知唔知大家知唔知道《等待》嘅國語版係？唔知嘅，佢哋我唱佢哋知嘅。Joe哥嘅一隻，即係成日都會唱嘅。成日都會唱。係啊，呢只我聽過你唱，好熟噶。哦。一唱大家知啦。咁我又唱下中，唔係又唱下粵語，又唱下國語啦。唱哀怨调儿，自告。
似谈，先须人相间。歌词都填得好靓嘅，周哥，你系唱《良夜不能留》先噶嘛？系啊，唱完系啊，等待系好似都系呢两年先开始唱。因为我系未听过《良夜不能留》嘅广东版，咁所以就听到丽莎姐姐唱，原来系咁好听，咁即刻要学。好啦，咁啊，跟住有咩歌听咧？哇，够钟噶啦，譬如大家走舍得走未？唔係最緊要，大家唔捨得走，唔捨得走。即係老闆又唔俾我哋走。老闆唔見咗人。老闆有冇燒嘢食咯？老闆頭先話會一齊露面嘅喎。係啊，係嘛？係啊。大家其實咧，即係平時演唱會咧，我哋做樂隊啦，咁就永遠就去到最後嗰一刻，嗰個 spotlight 就打喺後邊。先見到，跟住咧，我見到好多觀眾咧都會擰曬，今日都係，都會後邊，都會擰曬後邊咧。跟住一擰得上去嘅時候咧，嗰盞燈就熄噶啦，啱啱好，就永遠都見唔到老闆個樣嘅。唔係有咧阿老闆又寫紙仔啦，你埋嚟講咪得啦，俾你睇下。哦，唔係噶，唔係寫俾我，我哋唱歌咯。好，我哋繼續。邊只啊？係咪呢只？定呢只？冇喎，因為我見到咧有人點心聲旅行。哦，咁啊，心聲旅行先啦。哦，我哋有冇準備啊？冇喎，照去，唔緊要，照去啊。照去。啊，係咩？係。我哋有，即刻嚟。第三個巴開始。好嘅。我係咪 A flat 㗎？係，係啊，係啊。OK。谁在轻轻呼唤我？声音在我心上飘过。那是我梦寐以求，昨夜盼望的结果。他的声音在我心窝。牵起涟漪微波，层层微波中有千言万语要告诉我，绵绵地对我诉说。
腮边悄悄地流下几滴泪，怎么不能忍住伤悲？那是你即将离去，不再和我朝夕相偎，恨不能够在我心扉，紧紧锁住这一位，曾经是我命，也曾经是我心碎，难忘地欣赏这一位。星旅行，咁跟住咧，好似系完噶咯，嗬。咁我哋完，我哋送俾大家，即系最后一只歌之前啦，咁我哋预告下下星期有咩嘉宾咧，祖哥。我真系唔知，我以为一路都可以同你合作。咁啊，下星期，哦，我哋下星期主持我系咪？是不是我繼續讀？是的，你讀，你讀。因為臨時間飛張紙，我要知道。咁我哋照跟得翻呢個讀啦。咁預告下星期咧有楊立門啦，有何婉瑩嘅。送啲，佢哋做主持係嘛？定係嘉賓主持？係你做主持。即係嗱，我哋喂，叫個導演。即係你唔使講嘢啦，下次。導演，我唔知。導演，你嚟。導演。導演。咁啊，即係楊立門同何婉瑩做主持，即係我唱歌咯。你坐埋一邊咯。我唱歌。继续，咁我哋咧，周哥送拣咗一只，最后一只歌俾大家嘅。第一只歌真系好耐好耐，即系你香港嘅精神。暂时最后一只歌啦吓，暂时最后一只歌啦。咁如果人哋好多朋友要我唱要我哋唱歌，咁就啊系，仲有只歌。系啊，有只歌系特别有人点嘅，唱完呢只先。好，唱一只先。呢只系狮子山下。系啊系啊，大家都喺狮子山下成长嘅一群年青人。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共追更无惧，同处各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
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导演话拜拜哦，导演拜拜，咁啊拜拜咯。我哋只歌，我哋只歌唱唔到，合唱歌唔唱住啦。咁几时？留翻下次啦。下次好耐噶咯，要。哦，哦，导演又话去埋。多谢多谢导演。即系知唔知边个导演啊？大家，我哋又想叫下个导演入嚟。导演啊，导演。导演入嚟啊！导演入嚟啊！导演，导演唔入嚟，好个个都个。个个都唔肯入嚟。好啦，咁我哋送俾啲嘢真系诶，其实都系有个诶朋友嘅点唱嚟嘅。系啊系啊，一首永远守着他，其实都好多朋友点呢只嘅，不过佢哋呢度写唔切落嚟。我开头咧，我见到你嗰个 WhatsApp 嗰个咧，我话你有，我以为你有个 fans 咧，系上嚟一齐唱。哦，唔系，下次啊，下次啊。好，大家准备嚟。嗱，最后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就系永远守着他。在西山下，乌鸦都回了家，为什么还不见他，怎能叫人不牵挂。夕阳落在西山下，乌鸦都回了家，为什么还不见他，难道爱上野草花。我从小和他就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他不来娶我，我也不出家等候着他。我要永远守着他，一辈子不变卦，等他回到我身旁，我们一起度年华。我从小和他就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他不来娶我，我也不出家等候着他。我要永远守着他，一辈子不变卦，等他回到我身旁，我们一起度年华，我们一起度年华。Thank you， 多谢晒，下个星期大家再见，多谢晒，拜拜。